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“冬季”的装备，这个装备是冬季的装备。嗯，有什么问题？ 请问这里是博士的办公室吗？我找博士很久了，麻烦你。什么？你就是博士？你好，我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移动设施里面，现在超兴奋的。遵从阿尔克纳的指引，我的命运终于与您交汇了。博士，波登可向你问好，有空的话，博士也来问。 博士，你们罗德岛帮了我那么多，我除了感激，没话说。你要是用得上我，尽管说。常完，现在正式加入罗德岛，我来负责战斗，指挥就。灵羽，原属拉特兰侍卫队，愿意成为你的己，你的羽翼。初次见面，博士，我是调香师莱娜，您听。 常完，现在正式加入罗德岛，我来负责战斗，指挥就交给博士你。我是皇家侦探梅，请配合我的调查。啊，你说我找错地方了？不可能。我是实习医生安塞尔，今后将承担一些外科医疗方面的辅助工作，还请您多多指教。 从今天开始，还请您多多。罗德岛的设施和待遇竟然这么好！啊，抱歉，博士，我只是有些吃惊。我的。行动预备组 A6， 公报，前来报道。哎呀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你和那个死板的……不，莱茵生命生态科主任聂瓦塞斯。 不过我们之间应该不需要这么正式的问候吧，博士。毕竟我们早就是朋友了。